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NL 花呗的小金，爱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。今天我来带来的这款模型呢，是一个1:35的田宫的一个绝版的模型。这个是我从那个闲鱼上淘回来的，包装的话比较简单的啊，希望里面东西没有扒坏啊。我看一下啊，这是一款田宫的啊，近乎绝版的啊，应该闲鱼上可能也就一两个外单卖了啊。好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包装，感觉还行啊。这是一个田宫和伊达尔，这个联名的这样一个啊，1:35的德国的六轮的这样一个重型的装甲车，SDKFZ231 啊，这里好像还有一个炮管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天空的编号是37024啊。整个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像还带一个冰人的。好，我们把大家看一下。板件感觉比较简单啊。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它的轮子啊，这整个是用塑料成型的啊，并不是那种橡胶的，硬的。这个是一个兵人啊，一个指挥官。开脸感觉还是不错啊。两种啊，大檐帽和这个三角帽都有啊。这个是整个车身的部分，看一下啊，有些部件已经脱落啊。整体来说感觉还行啊。这里有这个焊接的缝，也有做出来。就是这个金属的一个炮管，这边还有水贴纸啊。最后再看一下这个说明书，
觉复不复杂。最后的是涂装。OK， 感谢大家收看。这是一款1:35的天空编号370024的啊，这样一个二战德军六轮的重型装甲车 SDKFC231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